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林昌宏医师。今年是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20周年，在这20年来，我们完成了3300多例的骨髓捐赠，这其中要非常感恩的是数以万计非医疗专业的慈济志工们，他们承担起了劝捐的重责大任。尤其在一般民众对于骨髓捐赠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们这些志工们要登门做劝捐的动作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不过也幸好有这一群身段柔软、慈悲为怀的志工们，才能够成就这份抢救生命的希望工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区骨髓捐赠关怀小组的志工成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在关怀活动当中的心路历程。首先我们欢迎王孟专王师姐。林医师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怀志工王孟专。第二位本身也是一位捐赠者，是吴正国吴师兄。林医师好，全国观众大家好，我是骨髓捐赠小组的志工吴正国。感恩两位来到现场。那今天接听 call in 的医师团队有血管外科黄庆崇主任、神经内科涂敏谦医师、加医科文薛维医师、中医部郑怡哲医师、血液肿瘤科李国维医师、胸腔内科倪永伦医师。观众朋友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都欢迎 call in 专线04-2536-2377。师兄跟师姐其实是一个团队，他们每周五都会固定到医院去做关怀受髓者的一个活动。在这段期间，如果刚好有适合的个案，他们也会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去安排相关捐赠的事宜，非常的不简单。我们要透过下面这段影片，然后之后再请师兄师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记得我们有一次去院房的时候，我收到一个个案，那我们礼拜五要去院房的时候，刚好当天他走了，他刚好是经济有困难的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做院房的话，也许他那时候会很辛苦。我们在当下就可以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决定，就是跟我们的慈善界在一起，给他有一个最好的补助，好，不会让家属很辛苦。好，我想灯就是要点在最黑暗的地方嘛。每次踏进这个病房区，王孟专师姐与慈济骨髓关怀小组志工们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今天要探视的病患送上一份虔诚的祈求与祝福，祈求上天让这些正在等待骨髓移植的每一位病患不仅能够很快地找到有缘的捐赠者并顺利完成移植，更祝福他们在移植之后能重拾健康回归社会。一分给佩君啊，一分给人。对呀，你要当佩君的靠山，哦、对不对？我也有。刘那以后你要当妈妈的靠山。好。一旦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恶性淋巴癌，或是再生不良性贫血等血液疾病，必须透过骨髓移植才能重获新生。除了少数的病患可以透过自体移植或亲属捐赠之外，多数的血癌患者必须依赖善心人士的骨髓捐赠才得以救命。这些等待骨髓移植的病患在等待配对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身体的病痛折磨，又要担心是否能配对成功。而就算配对成功，对方是不是愿意捐赠，种种的忧虑更让病情雪上加霜。因此慈济骨髓干细胞资料库的骨髓关怀小组的志工，不仅在平时要推广骨髓捐赠的观念，在骨髓配对成功之后，除了劝捐、全程陪伴捐髓者之外，一旦有病患前来寻求配对，志工们也会主动到病患就医的医院或到家关怀，了解病患的困难，再予以协助。欢喜的小孩，来，叫你们来。
谢谢你。我们要去保健中秋节哦。谢谢好可爱哦。好进来坐。不用多谢。除了定期到病房关怀之外，骨髓关怀小组在受髓者移植出院后，也常透过电话关心或是居家访视，希望能够了解受髓者在接受骨髓移植之后的复原状况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适时的提供援助。住院的时候啊，看到师姐他们去就觉得很好啊，因为有时候心情很闷，而且都跟哦，一天24小时待在那边那么多个月，很无聊。哎呦，不知道讲什么啊！他们会开解，跟我讲一些比较正面的话。你有时候你真的刚开始真的没办法接受，因为身体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哎，真的没办法接受。在这个用生命抢救生命的过程中，骨髓关怀小组的成员多数是非医疗相关的职工，可是他们用悲心与耐心串起这一个个抢救生命的接力赛。所以先请师姐跟我们谈一下，我们骨尊小组它服务的对象跟内容会是什么？我们服务的范围大致上是捐髓者、还有受髓者跟家属。嘿，一般来讲，就是为什么会去关怀受髓者呢？就是上人的一念慈悲哈。担心病患病久了会不会有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好，那我们关怀志工就在院区或者是社区哈，都会去做一个关怀，还做一个评估。那如果说他是经济有困难的话，我们在医疗这一块的移植费用就会做一个评估。那如果他连生活经济上的都有困难的话，我们就会把他转到慈善去做一个长期的陪伴跟关怀跟补助。是，那刚才我们影片当中有看到这个院区关怀嘛，哈，那在院区关怀的时候，师姐这边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院区关怀通常的话，病患在医院待久了都会比较无聊，比较无助，哈，那我们去的话会陪他聊聊天。那逢年过节，就是有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我们就是会带一点娱乐，因为上人说病苦最苦，那最漂亮最美丽的笑容就是病患的笑容。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个活动，好，也可以带给他们欢乐，好，让他的细胞都活起来。是，那我们通常这样去做这些对受髓者的关怀，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吗？一般我们去院区关怀的话，因为像医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医疗团队可以做一个治疗，那我们通常志工进去的话，就是刚刚有讲关怀他的经济这一块还有心理那一块。好，那有时候也会协助到说，如果他有像劳健保还是保险这一块，我们也有专业的那个志工可以来协助。是，所以刚才师姐谈到有经济这个问题，那其实也蛮多人可能也有一些好奇说，那到底这个需要负担多少的费用啊，这些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是的，一般来讲的话，病患那边他就是需要帮捐髓者，也就是说配对到了以后有确定要捐赠嘛，嘿，那这个时候我们病患这边要帮捐髓者做健康检查，还有接下来确定要捐赠的时候会有打生长激素啦，还有到医院去做收集的一个动作，我们志工这边是全程的一个陪伴，但是病患这边他也会有一个移植费用的一个产生嘛，那大概就是让病患负担10%，好，这是113735块的一个费用。好，一开始他们是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费用的产生呐，好，那我们是会跟他讲解说，捐髓者很慈悲，但是我们不确定说他到底适不适合做捐赠，那由专业的医疗团队来做一个把关，好，让捐髓者这个优质的干细胞捐给受髓者的话，好，这样子就是创造双赢。是，那想请教师兄哈，那您本身也是一位捐赠者，那当时您接到这个师姐这样的通知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我是在83年在苗栗火车站参加验血活动，那事隔13年后96年的时候才接到师姐的通知说我配对成功了。那我早就忘记有这件事情了。那当师姐通知我的时候，心里是很想去救人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会担心啊，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我自己的身体，那会不会有危险。那还好自己一直长时间都有在捐血，那大家经过师姐的说明之后呢，那对这个没有什么疑问，那觉得捐赠骨髓就跟捐血一样嘛，那就自然而然就去做了。那很顺利的捐赠完成之后呢，那也觉得能够救人真好。是，那后来是怎么样也会加入这个关怀小组志工的一个行列呢？因为师姐呢她一直就希望我能够参加培训啊，那我就跟师姐说不用去培训当志工也是可以去做善事啊，为什么一定要培训呢？那师姐也拿我没办法啦，所以她就常常邀我去做见证。那在见证过程当中发现说我只有对慈济这两个字认识那似乎是不够的，那常常会言之无物，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慈济精神，那是什么是慈济，我们慈济人在做的事情。所以呢那后来就师姐的邀约，那我就去参加了培训，那去受证为慈诚。是在陪伴与关怀的背后，我们志工们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难，但是也在这个用生命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也见证了人间最无私的爱。也有很多的捐赠者也后来跟师兄一样成为关怀小组的志工，他们的故事我们在透过下一段的影片之后再请师兄跟师姐们一起来分享。20年完成3300多例的骨髓捐赠，简单的数字背后其实隐藏的是愿力无穷、百折不挠的勇气与毅力。从引导民众参与骨髓干细胞资料库的资料建立，到捐赠者的陪伴以及受髓者的关怀等等，慈济志工用爱编织出紧密温馨的关怀联络网，不仅让生命之火不熄灭，更开启许多人的慧命之门。我接到梦转时间电话，我觉得很像在做梦哎，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中奖的那种感受。接获骨髓配对成功的消息，让毛师姐又惊又喜，只是救人的喜悦很快的被浇熄。由于血红素不足，毛师姐最后无法捐赠。已经配对到了，然后又没有办法伸出那个援手，其实对我的打击真的很大。我就跟梦转世界想说，我一直没办法释怀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就好像一个垂死的人在已经握住你的手，你又没办法拉他一把的那种感觉吧。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捐赠者，毛师姐转换心情，在梦专师姐的邀约下加入骨髓关怀小组志工的行列。相较于毛师姐的失落，廖师姐则是圆满捐赠了自己的骨髓。当年母亲因为急性白血病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就撒手人寰，让她心痛不已，因此一接到自己有机会成为捐赠者的消息立刻答应捐髓，之后也加入了骨髓关怀小组，为爱的医疗做见证。是真的来院观之后才会觉得说，你知道那种生命的一个牵引是多么的奥妙，多么的一种就是很赞叹这个生命的这个因缘怎么会这样子一个那个一个 连接上线。对，你的健康其实都是在成就圆满一个家庭。原来师姐找我们出来做爱的见证真的是有需要的，说实在我很感恩，我不是医护人员，但是我能去做一件这么帮助人家的事情，我真的很感恩。骨髓关怀志工平时就要推动骨髓捐赠的观念，配对成功之后骨捐中心通知寻找捐赠者，关怀小组必须再次取得捐赠者本人以及家属的同意，随后陪伴捐赠者健检、打生长激素、抽取干细胞，捐髓后还是持续关怀。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不是希望等待受髓者早日完成移植，同时也让救人的捐赠者获得应有的尊重。这20年来，为了圆满每一粒骨髓捐赠，慈济志工步步艰辛。因为每一粒的捐赠，这些志工不仅花自己的时间，自付车资邮费，劝捐过程要面对捐赠者与家属的质疑，甚至恶言相向。而这一切只是一个慈悲的信念，希望因为透过关怀小组的努力与诚意，能募集捐赠者的爱心，抢救性命垂危的血癌患者，圆满人间的大爱。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其实是对受髓者的一个关怀，那我们其实知道劝捐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是不是请师姐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我们的捐赠者，我们的骨捐小组他会如何去做关怀的行动？其实我们在社区的话，大概在每个角落都会先办验血活动，好，就是有一个宣导。嘿，那就是病患他是透过他的主治大夫到我们的资料库来寻求配对，那一旦配对成功的话，中心会给我们捐赠者的资料，让我们去寻找解说，好，就是有一个劝捐。嘿，那再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做健康检查，好，还有收集的时候要住院要陪伴，嘿，然后要炖补汤，嘿，那这个过程里面要陪伴10年。哦，对对对，我们听说有一个大补汤。哎，有。所以吴师兄当时就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不晓得当时因为您是还没有成为一个受赠的慈诚嘛，是，那当时您受赠师姐这样关怀的时候，您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心里真的是很暖啊，因为师兄师姐他们可以为了一个陌生不认识的人这样子的关怀，这样的付出，这样的放下的身段，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个陌生人，那跟师兄师姐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他们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们，心里的感受真的是很暖。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决定要跟随着师姐，那一起去关怀我们的病患，一起去做这个劝捐的行列。是，那听说后来这个，因为后来师兄才参加培训，受赠为慈诚嘛，哈。那听说您在受赠的时候有发了一个什么样的愿吗？对，我在受赠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愿，因为我自己捐血已经捐了20几年了，所以我在劝捐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人对捐髓的一个不了解，所以我发了一个愿，希望能够让捐髓的那个正确知识跟捐血一样的普遍，让大家不要因为对这个东西的不了解，对捐髓的不了解，而放弃了一条一条可以救治生命的机会。是，那我们知道师姐其实已经陪这个捐赠者已经有40几位哈。那非常不简单哈。那在这样的劝捐的过程当中，是都像师兄这样一通知就很欢喜的接受呢，还是说在整个劝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特别的困难吗？其实像吴师兄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很开心的，因为都很顺利嘛，但是这个接到个案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有困难的哈。像我记得有一个大概8年前有一个个案，就是捐髓者配对到了，我们要去家里解说，嘿，但是他妈妈就是不愿意让女儿去做捐赠啦，嘿，他那时候就是比较激动，嘿，啊，那他就是已经把那个扫把都藏在门后了哈。不过我们感恩，因为捐髓者的关系哈，他就是很坚定的心啊，所以我们那天没有吃扫把。然后后续啊就是健康检查还有捐赠的时候的一个陪伴哈，虽然妈妈的那个表情都不是很好哈，不过还算顺利啦。那我们炖补汤的时候都提到那个斜对面的干妈店，嘿，那妈妈有看在眼里哈，看到女儿捐赠回来以后好像也没有像她想象中那样子会少掉什么哈，
反而我们志工还是依旧这样关怀。那半年后我们去家访的时候啊，他妈妈从店里面哦看到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又跑了出来，我以为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就担心了一下，结果他是很开心的说啊，你来追啦，你来追啦，然后就拿饮料出来请志工喝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啊。是是，那我们也听说过师兄，因为之前还没有受证之前哈，那曾经在劝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曾经被质疑过说，甚至有被讲说，一手救人，然后一手杀生，有这样的情况。是啊，那是有一次啊，我们接到一个个案，那有一个捐髓者他配对到了，他是一位道亲，可是他不愿意捐。那我去跟他劝捐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捐赠骨髓可以救人的命。那他反而问我说，那师兄你有没有吃素？那因为从小我就爱吃肉，那我最喜欢吃控肉，所以哪里有好吃的控肉我都知道。那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讲我没有吃素。他说，哎呀，这个师兄，那你这样子怎么可以呢？你左手救人，右手杀生，这样有用吗？那我就跟他说，那如果我吃素，你要不要去救他呢？虽然后来因缘不具足，他没有救他，可是我也从此也吃素了。那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在帮助别人，可是事实上我是在帮助自己，因为要有健康身体才能够救更多的人。那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呢，所以我们会去督促自己去多做运动，去如素，那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能够救更多的人。是，听到师兄师姐分享在劝捐上的种种的这些心路历程，真的令人非常的佩服。那是不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温馨的故事要再跟我们分享的吗？温馨的故事哦，其实我记得哈，我们劝捐的时候有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捐髓者，其实他妈妈是不愿意让他做捐赠的，但是他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到花莲捐赠的时候，他妈妈还有就是那个大伯母哈，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要堵他。对啊，后来我们当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妈妈哦不愿意让他做捐赠啊。不过他那一天有跟妈妈讲说，如果30年前哈有慈济骨髓资料库的话，也许他不会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好，因为他有分享说他爸爸也是白血病往生的，好，所以其实我听起来很感动，好，因为他有跟妈妈讲说，如果说他不去捐赠的话，也许好对方他的家庭就没有一个完整，好，会失去了一个幸福。是，捐髓救人，无损己身。这也见证了生命的伟大跟可贵之处。我们非常感恩骨髓捐赠关怀小组的无私的奉献，成为幕后不可或缺的最大的功臣。今天非常感恩师兄师姐来到现场的分享，感恩。